一会儿先拍一组您的单人镜头。漂亮写的这么重啊。飞老师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。明明就是这没错呀。可能是粉丝吧。干嘛？你们放开我！你在这捣乱啊！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又不是来看金泽一的。张牧之盛夏音乐会，地址没错呀，7月1号，7月1号，7月7号，金小千，居然骗我！好，两位老师。辛苦了啊，拍好了已经。好，谢谢，辛苦啦。谢谢。哎，师哥，你去哪儿？两侧。张牧之老师，辛苦你了，孤零零的躺在这里。姐夫你，怎么了，大明星？我问你啊，那个什么莎莎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她这不是来给我捣乱吗？我怎么工作？你知道的，现在不都流行炒 CP 吗？你别给我硬拉什么 CP， 我不喜欢这种东西。你就再忍耐一下。我等会儿跟你说。哎，你干嘛？靳泽一，又是你，你怎么还没走？靳泽一。你凭什么管我？那你在录什么？你不会以为我在跟踪你吧？不然呢？我这是在录昆虫的声音，好不好？你没有听到知了在叫吗？我在收集声音素材。那我可得拿回去好好检查一下。把东西还给我。啊、哥，怎么了？阿呆。哎哎，靳泽一，哎，放开，靳泽一。哎，我。别跟过来。自恋狂，你以为全天下的人都想要知道那些小八卦？自恋。录音笔呢？这完了完了！要是真的删了怎么办？粉丝见面会。